我会拉弦子。我是卓玛，我会唱歌。我是格萨，我会吹硬笛。我是土丹，我会带路。唱能唱吗？现在能啊。我们来自西藏的盲童学校，我们上电视就是想证明我们这些盲人不只会坐在家里织布和在盲童学校里等着一天天长大，就是想让所有人看见我们能唱歌。我们还想通过这首歌让我们的好伙伴图丹能再看见这个世界。来，跟我们准备新年。Daddy.